如果没有趁机募兵的话，太可惜。号称上万名的朋友们，赶快签下去。快看快看，现场有小丑，还抱紧喊听到冰心跟抄袭爆销售。万安年系食堂也不用去战斗，像我这种傻逼才说兄弟们交给我喊停。显然看到我们的小宇宙，他要现场夺冰，想必是争先恐后。但联合利剑到了掩护他到登机口，这很有创意。万安请说快点自首，其实喊停在对万安投臭。真假真假真假，随时响应国家号召。我很认真，你以为是打打闹闹？从队伍能到初一我都没有叫招，乐观点等到我不上场草都不会被叫到。一日海军，你是不是以为梦要死老套？松山海军血火律师，尽显战略队不许我打草。喊爹喊爹快去北京，那台保证不能看病，你习惯就好。喊爹清贫真是浪菜女貌，要证明爱心的要放弃台湾健保。当联合利剑已经发布警报，请你快点护送市场一起逃跑。虽然这对市场来讲不公平，不在你们选区，我担心生命。汉典的笑话好聪明，你一定是最优秀的那条龙龙的根杀。问汉典来自哪里，省长走后哪里，有谁出头我就没听说过。汉典只是模仿失败破产版的爬销售，没有那个能力模仿。现今时代力量成为老师的心。